他爷爷要来机场看我，他讲要一个礼拜看不到我。他为什么已经这样开心，你懂不懂？你看容光焕发，我哪里有容？哎，我每天都是这样吗？你看有容光焕发没？他容光焕发，你看他多清洁。有吗？啊，脸都没有毛，之前的脸毛毛啊，去拉那个毛拉清洁。没有，我昨天卖那个香水喷高高，看他高高胖胖，有。我是知道我要这个人是懒红来的，女儿都不要去找男朋友。什么？不要乱讲话！讲错了，妈的，什么叫女儿都不要？你不要乱讲，我去做工哦。我去做工，去做工。妈的，去找啊！去找老娘。安娜。啊，对。还有猛男。安娜。安娜。还有啊，你们不像，应该是，哦，还没跟老娘讲嘞。跟老娘讲哦。跟老娘讲，应该是不会跟他们一起吃饭了。没有，我会跟他们一起吃饭。是呗。他怕没有人跟他 video call， 所以来机场见你。哎呀，没有，我跟你讲，我这次见他最后一面了。什么叫最后一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台湾，他不可能跟我 video call 的。没有，可以。我们那个修书号 video call 还一定要接我电话。我会接你电话的。我来修书。我会修书。林北不，我不相信你会接。我肯定会接。我可是我去台湾的时候你在忙呢。我在忙什么？你做直播啊？我做直播吗？我做完直播就赢了。我每次做完直播打给你的吗？半夜一点多两点打给你，你会接？会啊。懒的。我今天你下午打来我没有接。啊，今天下午打来没有接啊？因为我的女儿学校，我女儿在朗塞。啊，在朗塞啊。今天学校有活动我没有接。啊，你看刘将军大炮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刘将军？我跟你讲，你们讲我是大炮先的啊。对。倒是会水落石出的。怎么你这边这样烂了呢？刚刚开，人家看追我的 faster die 啦，给他们讲我的 faster die faster 讲就会死掉了。faster die 啦了嘞，怎么这样这样慢的？谁是 Patrick？ 他们呢？一直讲你的 faster， 像有钱人还做这种东西，一直讲你啊，对不对？一直讲 faster die faster die， 亲自没有亲戚，我们放一边讲啊，讲我们不要讲亲戚了，对不对？讲我是。他教出来的吗？对对对，我好是不是他有面子？对对对不对？对对对，他还是叫我发射带，发射带，一直发射带。但是真的差不多要带了嘞。心很黑啊！我今天一度哈达一担一担，一担一担啊，一担一担啊，一度哈达一担一担。你一度八八卡，一度啊那那打不你不是你要打给我之前，你可以问我一下嘛？你现在打给你可以吗？这样子。这样啊。啊。这样没有那个。刺激感了嘞，我就做自己。没有那种亲切感，我没有亲切感、啊。亲切感。然后我们先，你会回我啊？讲啊、现在不方便了、啊。我会跟你啊，我就会已读不回。已读不回啊！已读不回，我就知道你不方便了、啊。你很烦呐、啊。妈的，前几天买这个人啊，要快点还钱啊！妈的，刚才我本来要卖的，阿达还讲不可以卖，不可以卖，真的。你的线断了嘞。我的线断，这个是啊。发财，我的金银石啊，裂掉了，妈给我挡煞、啊，他应该是，赢太多是这样的，赢太多钱了、啊，他爆掉啊，有可能的，对，我的红包了，对，你有没有新加坡片单有吗？有啊，有啊，我还欠 customer 片单没有还。你我尽管他回去 donate 啊，我需要 donate， 跟他我要片单给那些 customer。Elvin 是帅哥呢，你眼睛有问题，他讲你是帅哥，当然啦、啊。各花各入各言吗？你最近的脸，你那个胡须佬也是觉得你很漂亮。没有胡须佬。我今天的脸什么？你讲今天的脸什么？越来越烂。对，好好，我跟你讲哦。你的脸真的很烂。他 video call 给我说，他这样子嘛，他这样子很靠近嘛。哇，那些洞那些哇，很明显的。我讲，怎么你的洞这么烂？哎，怎么一下子这样的？Faster by bye bye 啦！突然间他就broadcast， 我们有 broadcast 起来了。我们有8000多个 broadcast 在我们的电话。哎，对，我也是要 broadcast 啊。英最近很幸福，对不对？没有。阿斌有给你红包吗？没有给。去年有给，去年卖一个团队全部有给。今年没有给。今年我们的账算出来，我们赚比他们还少，所以我们没有给。那个是王雷。那是王雷啊。不是我们。不是你们啊。你还是要给我们。一样啦，不一样呀，给才有福哦。对啦，给开工红包我给。没有，我今天你开你的工啊，你没有给，你现在骗到我啊？没有，因为我19号才开工办。
没有没有，我是九号开放饭的时候再给你们。我没有，我没有在。越南26号是初几啊？过了，过完年了。哦，过完年了嘛。嗯，你现在可以骗到我，我可以给你 QR code。没有，我很多人没有骗到，那些中 lucky 的人还没有骗节目。哎，帮我分享啊！等一下，我要等一下，我开我的扣先。林北最近很可怜啊，一直在家里啊，吃 Maggie 米啊，经常。是你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不是，我的亚弟每次煮越南餐，然后我就没有吃。煮越南餐。对，我家里要煮三顿饭就对了，我家里要煮三顿，一顿是 helper 的，一顿是明明跟他妈妈的，一顿是我跟我的孩子的，可怜啊，后悔娶到外国人啊！不要乱讲话，因为我老婆来了。谁讲可以煮越南菜？亚弟煮华人菜，早上是他煮的菜，谁煮越南菜？他煮的菜我都不能吃了，还讲煮什么越南菜？你看看。刚刚好又讲就来了，有老婆听到，有老婆，我们哥哥还可以买到什么 super gaba gami 吗？有啊，这里蛋有，汉娜骗到出来的，要过，咦，不可以，我给你，没有给别人就不可以。今天开工红包呢？不可以用讨的，开工红包不可以用讨的，啊，你升给人，你 screenshot 升给人，可以开工红包。我跟你们讲，我还没有开他的工。Cannot go home and butterfly. 对，开玩笑啦，妈的，开玩笑。哎，我跟你们讲个东西。英英啊，她现在为什么呢？她去台湾，她特别逼。我你很像耶，今天都这样像啊。我今天啊，每天都很像。没有嘞，你前几天没这样像，你还冲凉，跟人家头发一样清洁。我今天。妈来我家做直播，头发油油，没有冲凉。太糟了！哎呀，我整个清洁嘞，去跟那去直告台湾呀，去告发掉就是清洁了，免等水了。因为我坐半夜飞机，我一定要冲凉了，然后睡觉嘛。哦，清洁这样、在飞机上面睡觉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不是去找呼吸了啊！阿达打呀，阿达。阿达打来。阿达打来。哎。等一下，哎，我们哦，转台去他那边先了 ，OK， 转等一下，等一下，去那边我们继续聊，不然哦，开两边人哦，不够集中，好不好？我们开，没有，我不会讲的，我不会讲，你我答应你了，我姑姑说不会讲，什么鬼不会讲，不会讲吗？你不用这样讲，我不会讲，呼吸老公就出来了。没有呼吸佬 ，vlog by 什么 vlog by stuff not right 什么 stuff not right， 红包不可以用 PayNow， 对了，红包不可以用 PayNow 的 ，brother 你妈早一点开哇，早一点别把路困起来 ，brother 你妈你咋？谁打给你是一点？乔林昂看他每次洗澡把我打来我就喝咖啡，我睡醒看我要到了大便要打给我，我就跟他发财叫梅林狗屁，跟他妈点点笑。没有的，我把它困起来才一点。那贵你贵家玩再起来啊！我平常时你去开工了，我九点起来啊。平常时也是，早起没晒，早起我无精无神的。早起我搞，我每次做东西我是早上起来安排东西的，下午啊那个脑就 free 小了。晚上我没有安排的，我通常是早上安排东西，早上10点到12点2个小时安排东西。因为现在做什么呢？现在哈、这个 social media 已经给搞到哈，我跟你们讲先，人啊现在哈给你们每天看 social media 没有办法 focus 做工，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们真的我们要很有 self discipline 的，尤其是我们自己是做老板，讲真的，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做都不用紧的，是，对不对？不可以的，你不要看到、很多那种一点一滴的东西，小小样些东西我们要去处理，所以啊我们啊，你看你有空的时候，很多我觉得很多人上班族也是这样子。一直刷手机，一直刷手机啊！所以我们要很，我们东西其实可以很快就做好，可是我们每次做一点点，我们就刷手机，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做一点点东西就刷手机，做一点东西就刷手机，最后东西做完。我家门关了，我这里要关了。拜了。OK， 过去粉丝都拜到了。来，听他的大炮先。OK， 你们觉得我大炮，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了？你们相信赢了。OK， 不用紧。
我们朋友就做到今天为止。什么？你跟谁做朋友？我跟 Viewer。相信莹莹的人，我到今天朋友做到今天为止。你们不要相信他，我要管了，我要管了。每天一般都要大便。我这里关了，我这里关了。我今天在开公宴，看不到莹莹，莹莹莹莹爱去扯花一条六块呢，这是病。不是不是不是哦哦，因为下蛋哥可能他要给我红包。中午你没有放，中午你放 Never Delete？ 没有啊。放万曼吗 ？Dirty Delete 吗？什么呢？太多库存在里面，它会累。哦。备注啊。少讲吗？看不到 comment 这些。OK OK。来分享啊！你分享了没有？我分享了。分享啊！我们集中一个台就好了。我分享了，我分享了。我们集中一个台就好了。我这个衣裳请你装，你看了。嗯。哪一件有那一样的？你要吗？啊 XXXXL。哦，门上没有这个 size。这要定做了，我定两条，我叫他们去车咯，车。我相信阿明多一点，一有了信，是不是？网民的眼睛是雪亮的。OK， 你打算几次公布？你讲出来。没有要公布。After 这个 trip，After 这个 trip 可以公布吗？不可以。没有要公布，没有东西公布。不是，因为我们守不住秘密，有没有？不是守不住秘密，不好的东西我可以守秘密，快乐的东西我很想跟我的 viewer 分享。你们不要，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快乐的东西嘞。哦，因为是怕啊，是怕你女儿也是看 Facebook 啊，看到啊，然后。我不想跟你讲话。对 ，OK 啊，已经发福了，已经每天都发福了。他今天很像，他今天很像。嗯。那今天谁放了给你？你别看他八音嘴，你给你讲放了。哎。有没有什么？我用你见怎么论怎么论怎么论啊？你看用怎么论？刚刚买的怎么论？没有啊，买很久了。有时候我出门哦，见你我忘记喷。啊，是哎。是，下次我会记得。可是你去台湾你会记得喷啊？没有，因为今天我要见你，所以我喷。哦，今天记得啦。你见了飞机两点？你记得 check in。十二点吗？十二点啊，我们是一个小时卖东西啊，对吧？没有，等下我去 check in， 你在旁边卖。那你那天卖到这边还在卖啊，走到那边还有人 plus 哎、欸。你怕什么？哎 ，SD 单啊，有 SD 单。嗯。SD 单啊。隐隐默认了，不可以公布。没有东西公布，我没有默认。没有了，没有东西公布。对了。那个阿嬷走过看到我，他觉得我很幸福。隐隐出青春风嘛，你笑脸，满脸笑。没有，还有看我们的直播啊，女朋友。我每天都满脸笑容。你朋友看我们的直播吗？所以我有很多朋友在看我们直播。我懂那个你讲会聊天的，真的，你没有办法弄个飘嘴的嘞，很难呢。有时候我想要办法弄个飘嘴啊，很烦的，你没有飘嘴。我真的是哭笑不得。你们不要走先，你们不要走先。Sally Dan， 你不够赢来了，你不够赢来，你屁股不够大。那Sally Dan的屁股不够大。那你有送鸡？你有带东西来送我鸡吗？没有啦，带水来啦，那这个。这个什么鬼？怎么还去买、这个？蒙嘎瓦索罗，蒙嘎瓦索罗，你帮我拿，没有你到台湾，你帮我拿给海海。你跟他讲我给他的，不然他吃醋，我一直比较靠你。没有，没有人吃醋，没有我。哦、你想到出来他妈的有一天他公布他的男朋友，他真的叫他去踢掉，跟你讲没有，他真的叫他去踢掉。你我要公布你，要踢掉，不然你要给阿斌讲中，你快点去踢掉。没有没有，你们不要想什么，没有没有，我只有这个东西，我不懂他去哪里想出来的。没有海海什么是海海何秋叫海，我们每次叫海对，一定要和 say marry three times， then how you declare her boyfriend？ 也妈了，是 Christina 忘记得嘞。所以谁这边 ？OK， 我问你们啊。对哦。谁这边啊？2300个人啊？谁知道我结婚三次的？2300个人都懂。没有，现在讲就知道了。2300个人都懂你结婚三次。OK， 你谁知道是谁讲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你跟我讲的。我跟你讲，在直播上你是第一个讲的。可是我不知道，人家不知道。妈的，人家一定不知道啦！我以为全部人知道。我做直播做一年多两年都没有人知道。我以为全部人是给你讲出来的。我不知道别人不知道，所以没有没有沙拉。你们知道的一定是因为 After 莹莹讲的， no， 不然我不知道的，不然没有人懂的。不是，每个人都懂啊。没有人懂。
是不是？是不是？你们之前啊啊，多格里以前就有看我直播了，对不对？没有没有。你懂我在哪里讲的吗？我记得 我以前四五十个 viewer 的时候，谁在看我的直播？就我。你懂在我在哪里讲的吗？我还记得我在哪里讲。我懂，我懂，在号调里面讲的。你记得在哪里吗？卖台湾。为什么你们忘记了？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讲出来 ？OK， 你记得了？我记得啊，你看应该是来自为什么？我记得为什么我讲出来、啊？我讲什么讲到啊？这东西啊，讲什么啊？就是不是？老婆小心啊，不要推出面来。哎呦，啊、不是讲啊。天胖不是有个啊，他老婆不是有个妹妹咯？就是胖。啊，他老婆是有个妹妹，然后不是叫连去追他妹妹。啊，对对对对，那时候真的有女朋友。你没有女朋友吗？对对对对。啊，我来讲不可以吗？对对对，我跟你讲不可以。连讲。不要啦，那个是吃饭的时候，对对对对，直播的时候，我们是讲直播的时候，有这个东西的，英英还讲出来，英英才知道，还知道，本来英英不知道，对，本来英英不知道我结婚三次，人啊人哦，你就叫人找个人结婚啦，人结啊，真讲你结婚，他、啊、不要像他这样结三次，对他讲不要太年轻结婚，等一下结到三次，哦，英英讲的，所以是人生孩子啦，对，你是我。不是我是 Zen Zen 啊，现在才懂哦，都不是关我的事。可是，在直播上，在直播上讲是你呢？不是，不懂人家不懂，我以为全不能懂，我以为全不能懂。那时候我跟你不是很熟，不是很熟你就讲我东东西出来。我现在跟你很熟了，我讲你的无锡出来是没有欠人家理由的嘞。那是你。没有做东西，还这样讲，这样讲。你们拿勒西勒西的底裤去台湾？那天他躺在你大腿上，只讲给我们听。啊，对，妈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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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在 hotel 里面，我们在 hotel 里面卖东西，对不对？我们卖 format， 卖 format， 好像是卖 format。对，而且我还记得哪一个房间 ？Westgate， 在 Westgate 是不是？是。啊，好像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哎。是呗，去年啊，去年这个时候 ，OK， 英看我看你们猜得到吗？你们猜到的话，我今天就再发红包。我的红包很多钱了，你八十八乘五多少、啊，老婆 ？OK， 今天我 steady 的红包，你不要报八十八了。报八十八。我抽五个人。人家报八块八毛哎。报八十八啦，我们要有什么？要有舍才有得，明白吗？要舍得才会得。Elvin 跟明。Love， 您说吗 ？Send 我去机场？没有，我自己来了。哦，所以他自己来，我是来送机，然后 concurrently 开直播卖东西。是啊。什么？八八乘五要六，要六。四百四 OK 了，八八乘五四百四不好听。是啊，要六个 OK 了，六个了。$8 OK 了，现在多少钱 ？OK 了，等等，我们拿大刘小六的钱来分给他们了。啊，那大刘，你还是叫我发色带啦，你别吐眉了，我堵了。现在大刘跟小刘他讲你出国，他打电话来跟我问我嘞。啊，是呗。哎，明明你在出国，你出国啊？对，大刘小刘看我们的直播啊。哦，他在看啊。不不不，他看好直播不跟讲坏话。我们允许失业。姐姐在看。对。淑媛在看。哦，淑媛在看啊，没有淑媛不给，淑媛我是说我姐姐，她疼我，她疼我，我敢讲啦，淑媛很疼我。对，来我们拿大刘小刘的钱来分红包给你们。开玩笑，没有 ，OK，Steady 啊，你 OK， 刚才我问他们要拆什么东西啊，刚才本来想要拆什么，看来原本有叫他们拆一个东西的，我哪里懂你整整整，有叫他们拆东西的，不能拆吗？大马人有吗？大马人没有啦，大马我都没有办法骗到没得车，你骗到我啊？啊，因为我司机送来，英英没有，我不是送英英来机场的，他来机场找我啊，我来机场找他，然后顺便开直播。因为他要一个礼拜多没有办法看到我了。对，一个礼拜多没有办法看到他了。啊，所以他就想念我，他然后来找我。然后一个礼拜多没？一个礼拜多啊？没有了。没有，重点是看不到他不用紧，没有办法 video call。你有其实有选过日期的，你有选过时间的吗？没有办法 video call， 我觉得他这个台湾的日期我没有啦，不是我不要 video call 你，我觉得我给你一点自由啦。我都很自由啊。对，我要给你一点自由。你在台湾的时候，我尽量不要烦你啊，我不要让久久见面一次，让你害你们吵架。老娘啊，久久见面一次啊！不是老娘，我跟猛男也是久久见面，我很久没有见到猛男了。Okay, 我现在跟老娘哇塞一下。你跟老娘哇塞做什么鬼？我跟老娘讲，你这次去的话，你尽量不要叫英一起出来吃饭。没有，我们要给英一点自由。讲哎，要省一点钱哎，台湾是很贵的。妈的，姐，那时候我们去台中叫你出来吃，你又不要出来。那天我睡觉我累。啊，睡觉你累啦。啊，我真记得。
很生气。我一直问你嘞，我要不要吃饭？吃饭吃饭，你不要理我了，你记得吗？那天，我跟你讲，你去台北，你没吃醋吗？那天，我跟你讲，你去台北，我吃醋，我跟你讲，你去台北。我去台北啦，都不要命你，跟他看着。不要命，我猜中下台北，不要管他。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子。我今天终于那个 message 还有在嘞。什么 message？ 你问我去哪里，我讲你问我为什么不理你，我讲我上台北。对啊。讲还想要带他出来看啊，约你吃饭。没有错。有，赶紧的，你没有在电话里面有证据。你们不要相信啊！但是我要谢谢一个人先。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哦，还有人骗到给他嘞！哇，有钱的也先做到嘞，谁？马币。688，哇！谁给你红包？下蛋哥。下蛋哥给啊！卖猪排行情嘞，下蛋哥。下蛋哥，谢谢你。下蛋哥卖猪排行情嘞，怎么下蛋哥可以 transfer 马币的啊？可以啊。怎么放零给的？可以啊，他知道我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喂，这个号码是新加坡的。也都可以。没事，新加坡都是这个号码。你如果配到这个号码，你就打这个啊。你为什么是 Mingit？ 他先去马来西亚，这个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哦。这个是马来西亚。那我配到新加坡钱呢？就是配到你直接配到我啊。那我会 convert 去，就是 Mingit 就给你。没有，就是进我的新加坡户口了。哦，是没？啊，所以你可以配到我，你配过几次啊？你不要每天假假忘记。照理是要包了，照理是要包，要包了，包一点嘞，老板。照理是要包，我要买新的。没有，我包的话是要包我自己私人包给你们，还是 company 包？你们觉得？你们打算？那夏丹哥讲。哦，马来西亚，我是有马来西亚户口，我是有马来西亚户口。OK， 你们觉得啦 ？OK， 我包了，我包啊，没有包王雷啦，那王雷不要包了，王雷包。啊，魏征啦，莹莹啦，伟雄啦，伟松啦，秀平啦，啊 ，Jacqueline 啦 ，OK， 我问你们啊，我应该用我的私人去包给他们吗？还是用我的 company 去包？他们讲personal， 如果因为你才会更发财。你看啊，你现在包给我们的钱是拿大刘小刘的钱包给我们的。哦，没有，我们做东西是这样子。OK， 你听我讲先啊。其实我们做生意啦，做生意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呢？虽然有些是不一样公司，我需要去问一下，了解一下先的。我需要去跟人沟通一下，今天的红包要包多少钱给依依他们？啊，这样子。然后我除了问人啊。Zen 是我们的公司的 partner 了吗？对不对？我除了问 Zen 啊，我还是要问 Patrick 的嘞。问我？因为 Patrick 有找你们站台吗？不然我包他没有包就没干嘛，对不对？我一个人包他们没有包就不可以。OK 的，我们喜欢做饭。对，要问，照理是要问一下，照理是要对你也好吗？因为我一包全部就要跟着包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然后我一定要问Patrick 那边，哎，你让Patrick 给来包玻璃，我让他包书箱耶。啊，未使讲一花法拉利，来包卡嘴，我来包卡酒杯赛。啊，不要紧，对不？你也是包嘴南部给你。包卡嘴南部啊？给你。沙拉哦，做生意还做生意哦，过年白叫还过年白叫哦。OK 啦 ，OK 啦 ，OK 啦，我包了包，看那点人吞呐、啊，有人吐。Personal, friends, company, colleague. 是不是？要阿威问什么？啊 ，personal is friend, company is colleague. See you on which side? 啊，公司都要包个。没有，我们公司一定包红包的，一定开工，一定包红包的。公司都要包。对，所以公司要包一份，私人要包一份啊，是不是？是不是？公道啊！要丹哥讲你公道啊，要丹哥。公道啊 ，OK， 公道。要丹哥跟那罗蒙姐先，那夏丹哥不，罗子哥不一样。他对，他不是商家嘛。对，罗子哥是 support。对，他是 support 你们，可是罗子哥他包哈，给他688马币，你们全部的 viewer 全部要包688。不一样。OK， 开玩笑。不要乱讲。开玩笑。OK， 不要，我跟你讨，那跟 viewer 讨红包包给你。不要，我不要 viewer 红包，我要你的罢了。你要我的？Company 包什么的 ？Personal 啦，she always talk to you midnight。哦，就是你 falling on your falling on 这样讲。你看呐 ，she always talk to you midnight。意思是我不可以这样子做嘞，我 personal 包给他，因为他每次半夜陪我讲话，你以为他是 KTV 哥啊？我是。你以为是什么？有人要请吗 ？On call 跟你陪你讲话给钱那种？有人要请？我们朋友没有讲这种东西的啊。朋友有没有讲东西了？有讲了。公司是人还有情人啊，公司是人。哇，这个一定很香。
啊，这个像你看去台湾他不喊他，你有幸亏有没有跳？没有。有跳没？乱讲。几岁了呢？跳个屁！当然有跳啦，不跳就死掉了。他飘起，他飘起了。几岁的？你看他飘起了，他讲几岁的还是跳啊？那什么？他飘起了，肯定他硬飘起了，我不骗你们的。OK， 他意思讲什么呢？两个人在一起是几十岁的人了，还心跳什么？对不对？罗子哥的还没有跟你拜年呢。哦，好，罗子哥 ，Happy New Year。妈的 Happy New Year， 妈的。我们要去哪里啊？啊，妈的 Happy New Year，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嗯，你看他讲，因为我是你的 girlfriend， 所以你要包红包给我。哦 ，girlfriend， 没有，我会包。girl 的 friend， 我打算出我们开工的时候，我的员工全部拿到红包了，我就会包红包给你们。可是我包红包给的时候，你不在新加坡。对，给被那么有意思的要给。不用紧，那个红包我们去越南的时候才拿给我，我会拍 video 记录。拍 video 记录啊？哦，全网会见证。你没有你开现在。你开了吗？你开你的 boyfriend 了。OK 了 ，OK 了，嗨拜拜拜拜，你这来嗨拜，嗨拜先啦，看到谁的嗨拜啦？来 ，OK 嗨嗨拜拜，不要理他，不要到处堵拦我了，不要堵。来嗨拜嗨拜，你很烦。嗨拜一次而已。你说 OK， 不要嗨拜嗨拜。No no 嗨拜，强行你嗨拜。No 嗨拜，我嗨拜你，前面我嗨拜嘞。No 嗨拜。No high five！ 分享啊，现在几个 share 一下 share 一下。哎，我 steady 哦，抽多哎我哎你们给我今晚我骗到我今晚要骗到二十个人哇，是不是心里凶啊？我没有去开红酒，王雷的红包我没有拿到嘞。对啦，你摔啦，你谁叫你啦？谁叫你？我女儿学校那谁叫你？学校那蓝红。我女儿学校有节目。哦。你也包一个红包哦，哎，来，哎，分享分享，现在几个share，我check一下。他叫你也包一个红包给我。给什么？好好。好好是谁？哦啊，好爱啊，好好。看到吗？他们看，他们相信有没有？爷爷要拿红包，讲话都比较没有的东西，我不会乱编的啦 ，sister， 你们要相信我。是啊，不好意思，罗子哥。罗子哥 ，Happy New Year， 罗子哥。因为我今天没有去，本来有去开公酒，可是我女儿学校有团拜，就是我女儿学校会。我的 share 才500个不够。全校，给你们。1000个 share， 我抽十份。OK。我女儿学校哦。我真的抽十份，88。88啊。真的，我不尿哎。我母娘喂，我今晚我就会骗到了。哎 ，sorry， 今晚 lucky 到了，明天我才骗到。我今晚要 settle 掉前两天的，哎，还有那天我的88来有一次的。好 ，OK 啊，88你们帮我 share， 妈的呀啊，1000个 share， 不然我没有给啊，我先讲先啊，不然我没有给啊。快点来柜台 check in。哦，那个是你也是在那边呢。现在可以帮我 check in 吗？很多人啊，抛秋烟的啊，妈的，记得抛啊，抛秋烟就在那边旁边了啊。这趟飞机怎么这么多人呢？没有啦，12点 check in 啦，不用紧啦，现在还早啦。没有，我们那天那趟飞机没有人。不是一样是唱啊，台湾是吗？是啊，那一趟啊。不是啦，你12点 check in 呢，这个是另外一个班机。不是我2点吗？他11点就开了吗？哦，China Airline 啊。好啦。China Airline 不好做。没有办法，只有他这一。OK， 2500个人啊，最少要有1000个 share。几个 share 现在？你们啊，真假的？他们不要跟你 share 了。这么啊，这么你们不？因为他们喜欢看你，不要 share 你。你们不喜欢看我，可是不要帮我 share 是吧？对呀、啊，我帮你看有几个 share。哎，帮我分享一下，真的帮我分享，帮我分享。啊，700多个包哎。对喽，真假的。我们昨天的话，我们昨天700多人都有700多个 share。昨天谁？昨天做另外一个商家，我们700多个人都有700多个 share， 我们不要帮你 share， 782个 share 帮他 share 一下啦，他每天派红包给你们，对不对？所以你们就是啊，2000个 share 了，两千个 share， 妈没有2000个 share 啊，5份就好了，啊，没有2000个 share 5份就好了，你刚才讲1000，没有88块5份就好了，现在要2000个 share。妈的，2500个人不要2000个血，一人血2次就妈的2000了。快妈血啦，他是不是？他有点小脾气。没有啊，不是小脾气啊，不是小脾气，真的，你们不要这样过分啊。我要飞去台湾，他有点小脾气。对，啊，你们懂啊？对，我会吃醋啦，一点吃醋。吃个一点小吃醋，等一下我会打给老娘。打给老娘哦。我会帮你跟他讲啊。不用，不需要讲个屁，老娘。
老娘。你们帮我带老娘进来，带老娘进来。老娘去睡觉了。睡觉没？啊，明天很早要飞机。哦，他不一样飞机啊，连你先飞啊。他从门上飞吗？连你先飞，连谁帮你 check in？ 我自己去 check in 啊。哦，你自己 check in 啊？没有。OK， 我跟你们解释为什么我坐进这一班飞机。啊？为什么？ Okay， 因为我就是。本来是做完歌台了，然后我就直接飞。哦，我就不用歌台跟你换时间。歌台被跳台。跳台啊，我就不用进来两次嘛，我又不用明天早上又去台湾找进来搭飞机，对不对？对对。所以我就坐半夜的飞机。所以你就先飞过去啦，老娘他们明天还到啦。对。所以你大概几点到台湾？七点多。早上七点就到台湾了啦。对。然后你就去先 check in hotel 啦。就先去 hotel， 他也就不多一晚 hotel 给我了。啊，就不多一晚 hotel 给你啊？结果去睡，我们晚上，我们明天晚上就做直播了。对，老娘很好，老娘。你也是吗？你也是每次会不对。对对对，我每次会不对。因为我们当天可以做直播吗？你大概破了两点将去 hotel。我应该是有人载我去啊。有人载你啊？没有，老娘有安排司机来载我们去，载我去。哦，不是那个好友来载你啊？没有。阿彪，刚才阿彪急啊，而且应该讲有车来载我去，他讲有人来载我去。OK， 来，等一下 ，OK， 我们讲道理啦，好不好 ？OK 啊，我们讲道理啊。正常我问你们呐、啊，人家问你，你会讲什么？哦啊，坐车回去咯，对不对？不可能讲有人来带我去的嘛。有人，是不是？正常的讲哦啊，你看到你告哎，你告也想杠了，连你 NLK 也报了，哦，折车咯，折车去也报了。是啦，你不是对哦，除非有朋友来传，我说哦，我啊有人来载我人，是不是？每次那个麦克风不是在你咩？麦克风啊，不是有人来啊，那个不是人哦，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不要口乱讲话。或者讲我安排车来载我啦。安排车啊，正常是讲，你看是 IP 哥哎，正常是不是讲啊？有安排车来载，有安排车来载我们。不是，对不对？对不对？除非是啊，像阿达来载我，对不对？阿达来载我，没有啊，有人来带我们，就是。是不是有认识人来带我们？是不是这样讲？你们觉得啦？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你是坐摩托吗？还是车？OK OK OK， 那你嗨拜！你很烦。OK OK， I mean miserable， I mean really talking about my friend， 没有，我要给他自己承认，他一直讲你没结婚三次，你们要记仇我跟你讲，要报仇了。真的嘞，讲了一年嘞，他现在哪在讲？没有一年呐、啊，我让他撇嘴。看到那里 ，OK， 你们现在相信我还是相信赢你们打上来？他们当然是相信我了。OK， 我们看我妈妈都不相信你。我们看 comment， 你妈妈自己这样的，你妈妈，妈的对自己女儿没有信心啊！别扯了，还看直播吗？阿弟啊，哦，给阿弟好利，打野精英池，你记得要拿给他嘞？没有货了，拿两串嘞，现在没有货，我爸爸跟我妈妈都要嘞。没有，现在真的没有货。我跟你讲，那天有人他就打电话给我，过年我妈妈在，他就 video call 我，我妈妈一直觉得很奇怪，怎么？每天都打来，他讲我啊，我会是 video call 你啊，你不能讲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梦谁谁谁谁谁谁谁，他的老公讲，我就跟他讲，我妈妈就讲，哎呦，他都有人要，老都有人要，我妈妈不讲，我没有人要喽，也不是听到，对，我 video call 跟他讲话，妈妈，他在他的妈妈跟爸爸的面前过 video call 音。懂啊，然后后来他的妈妈就直接讲，哎呀，他哪里会有人要，这样子，所以啦，所以你看他们，要相信我们，没有他们很多人打上来相信 LV 的，没有啊，一个人而已，有没有相信 LV， 比利皮金，相信 LV， 相信 LV， 来相信谁打上来，啊，见家长，看很多人打，你见家长，没有你们相信谁，你们打上来先。你们相信 Alvin 还是相信莹莹打上来？他们要 lucky ball。lucky ball， 等一下啦。Alvin try harder to make 莹莹 feel true。Yes， 呀，你看 believe Alvin， believe Alvin， 看了 believe Alvin， 很多人打在 believe Alvin。你们不要相信他，他说他妈讲的，我阿斌莹莹啊，呀，你看 believe Alvin true， 你看到吗 ？Recently is 莹莹 more happy 啊，你看，我跟你讲，你骗不了 viewer 的，他们真的会。可以用眼睛看的，哪里有人情人节是自己没有情人拍一个像灿烂的脸笑脸出来，有没有？你看多少人打呀、啊？
Elvin 吃醋，他们讲 Elvin 吃醋， Elvin 吃醋啊， Believe 英英，妈的姐，一百克里面只有两个人讲 Believe 英英，因为你要拍红包，你看很多人，很多人打去 Elvin 掉，这个是不是那个台湾的？哎，没有这个。祝你们人的快乐，乐顺风。英英说 Happy Birthday 嘛 ，We can tell he is in love too 我你老公关了 steady 啊你！他讲他讲他们看得出英英现在也是在 in love。No， 他们问你你会心痛吗？心痛的不多、欸。对，点英自己的嘴漏了一点点。OK， steady 啊，拜拜，拜拜英，拜拜，拜拜。不要，不要跟你害怕。steady steady OK， 应该这种。不要，不要，还去还去。还去啦！你很棒、啊，再讲。还度还度还度。死了你！他们问我，有人问明明会不会 jealous and angry？ 有 customer 问的，他讲明明会不会吃醋？明明。对、okay、啊，慢慢东西啊，慢。你们觉得明明会吃醋吗？等一下可以卖几条？我相信你，你要给我红包。叫你相信 Alvin Lo 会给你红包。英英大大方，英英 looks so happy talking about 没有，妈的你们，等一下，王磊也讲英英有男朋友了，王磊有讲没？等一下子，我要卖东西了，我要卖东西了，卖东西，卖东西好，英英有心，阿达，哎，但是可以吗？可以吗？够不够？小钟会很开心，哎，我不想挣扎了。等一下，怎么？刚才阿达打还是叫我不要 take in order 了。来，现在是讲什么？我跟你讲，阿登今天我不知道他有卖财宝，他已经超卖了。然后我现在要解决阿登的，然后有去买到原本的原矿，价钱比较高，但是郭老师说没关系，最多你仅多在五十条而已，因为阿登今天卖了。70条，我50条的话，五分钟就抢光了哦。对，就真的是50条而已。就50条啊？没有，是没有盐矿的关系是吗？是不是没有盐矿？真的是没有矿，他这个矿是跟他的同行，他们要开博物馆的，先把那个矿拿出来。啊，郭老师在今年会开博物馆，他是把博物馆那个矿先拿买回来。啊。可是价钱我还在卖一样的啦，对不对？对，但是只有这一次，啊，真的是只有这一次。好。可是如果那个2000多块的顾客还要买呢？我今天有两个顾客问我嘞，要买哪里啊？有我客户问了，哈哈。买哪里啊？那个球。啊，那个球。你看里面一颗两颗啊，一颗两颗。你把你那一颗拿出来喽，明明的。哇，我那个我放我家里的哦。你一颗真一颗？我有两颗，我家里有放两颗。OK， 不用紧，我那个大颗的，我看那个。没有了，你的那一个大颗的，你看你要不要先拿出来？要你就先拿出来，不要的话就不要搭一颗了。好，可以 ，OK， 可以。很难啊，我觉得你不要拿出来啦。我觉得你不要拿出来啦。因为我觉得你不要拿出来，你为什么嘛？因为真的没有了。啊？你拿出来了，你卖给客人你就没有了嘞。你的新家很需要嘞，你那里不要拿出来了。那天卖的时候讲有几粒，你都不要买，稀有或多。等一下，有一下子啊。我们在讲什么嘛？我是觉得你那里不要拿出来，因为那里哦最后两粒了嘞，最后两粒了你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哦。他没有了的，你真的是买不到了。哦、OK， 来，你不要拿出来，你那两粒不要拿出来。没有拿出来，我没拿出来。OK 啊 ，Alvin 吃醋 ，Boss。OK， 我跟你们讲先啊，财宝设立啊、林嘉诚，你帮我打上来那个 review。林嘉诚啊，你帮我打那个 review 上来。林嘉诚不是我们的 不是我的亲戚来的啊，他是我们的 customer 来的啊。林嘉诚 ，OK， 我问你们这边有谁过看过 OK Okim Okim Win Win 的 comment 的 ？Okim Win Win 你看过吗？没有。Okim Win Win 他每次会 comment 东西在我们的平台，有时候会帮我们 share， 是我们的一个 customer 来的。我跟你们讲，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啊 ，OK， 你们很认真的，我很认真的跟你们讲啊 ，OK 啊，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我的老婆啦，我的老婆跟我的啊、
我的 accountant 是叫我不要在 live 里面跟 viewer 讲我赢多少钱。不要讲了，不要讲。我不想讲了，好不好 ？OK 啊，我不想讲。哎 ，OK， 明明在这边，哎，你看。哦，来了， okay, 来了。好，不要讲赢多少。他买了，他买了我们的龙宫设立，我不知道他买了，那不是不是不是？哦，我懂了，我把他带回来了。啊，你把他带回来，对不对？对对对对。那不是不是不会让掉啊 ？OK 啊。我跟你讲，不止一个而已。我现在不要秀你们啦，我大概有七八个啦，有七八个 WhatsApp 进来的。I don't want to show you all about their message because of why， 因为他们是，比如说是我变成我秀你们，我会给人家攻击，说我们误导人家去赌博，你明白吗？我们讲正财啦，好不好？我们讲正财，还有你的磁场，还有你的浪，谁知道什么是龙宫设立的？答上来。你看我带有是龙冠焕发，龙冠焕发是因为你的 OK 啊，好 OK， 一定得，哎，你看他捏我，那位没有的东西会这样捏我吗？对不对？他一定生气的吗？我讲这么多，他一定跟他民傲民吵，为什么？这里是我的，这里是我，我跟你讲，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对我的，这个是财宝设立，财宝设立，我给你们看啊，我给你们看啊。OK， when can we see after after Chinese New Year？ 这个是 after 四个星期，我三月多会去台湾，那我 can we 回来 ？OK， 听我讲先啦、啊。这个我有带 hyperstin，I got wear hyperstin，but my hyperstin suddenly broke，I don't know why。我的 hyperstin 啊，真的是直接忽然间裂开的嘞，你懂吗？我的 hyperstin 真的是，我今天下午的时候裂开的，因为我今天下午去照 X 光，啊，我去照 X 光。OK 啊，我去做 body check up， 然后去照 X 光也是 OK。Receive a response device waited for 16 days， no show， 什么意思啊？等一下啊，ML Wong， I mean， 你看那 ML Wong， 等一下啊，你给我拍照，我帮你 set 掉啊。OK 啊，因为 Chinese New Year 我们 reply 会比较慢的、啊，好不好？是是是 OK 啊，你就一下子先，我帮你 set 掉啊。Sorry 啊 ，Sorry 啊 ，ML Wong，Sorry 有毛利了啊 ，ML Wong， 我拍照。我们叫 admin 小德，你的问题。OK， 来叫 admin 小德。OK， 用紧啊！我叫 admin 小德，我拍照给 admin 了。OK 啊，我的这个是财宝设立。I never bluff you one， I show you 啊， I show you。你懂我的 head on， 这个我没给你知道啊。我跟你比较话，顺便跟你讲啊。等一下啊，我给你看啊。那种赚到钱，你不会跟我讲的。啊，对对对，这个对对对，啊、我怕你再给我拿钱了。好、哦。OK。I show you 啊 ，I show you，I show you one thing。我只一年一次的啦，我没有赌马票，我没有买多多，真的我没有赌马票，我没有买多多的。他们跟我讲多多什么几米的几边的，我没有买。你看过买马票吗？我没有买马票，我发誓。没有买马票。OK， 我发誓，我没有买马票。我是过年过节 friend gathering 就这样子玩玩牌一下子这样子啦。OK 啊，我给你们看啊，这个是我赢的钱。喂，不要这样。OK， 这个是我赢的钱啊。OK 啊，秀一下秀啊。而且我跟你讲多一个东西啊。你懂不懂我的 hand activator spray？ 现在台湾那边啊，给我订了30,000只。我们新加坡每次卖，就是一个月订10,000只，两个月订10,000只这样子嘛，对不对？他台湾现在总共，那是订10,000只。现在哈、啊、不到一个月，他们给我订多30,000只。现在哈、啊，我一个 TikTok 的朋友啦，他们在台湾啊、他过去泰国那边，他们给我订了30,000只，太短了，还没有卖，还没有开始卖，他有 confidence。因为他们已经有，还没有开始卖呀、啊。他们那边还没有开始卖，可是他们那边已经有一个钉，就是有 live sell 的啦，有 live sell 的啦，在 TikTok 那边啦。OK， 就是很 confirm， 他们已经给我钉，他已经给我 deposit 了50%，已经有50% deposit 了。我30,000只啊，30,000只。偏差又有偏差又。对，我给你看啊。OK， 这个是我叫我的 accountant 叫他他安排越南那边送做22,000只。20,000只，他现在等泰国那边 approve， 已经给我定钱了的 approve，OK，、okay? 已经给我定钱了。所以呢，我跟你们讲先啊，你看 ，OK， 这个是刚刚不久的事情，过年啊、before 过年的事情，就有这个 order， 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出给他，把我是想因为是出去泰国，所以我就 OK， 明白我讲什么吗 ？OK， 泰国他们给我定了30,000只，把因为他要 OEM， 他们要放泰国的资啦，就要拿 for 泰国的 approve， 这个。泰 activator spray 越南啊泰国都做不出的，懂我讲吗？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越南的一个配方来的，明白吗？连你们去普通的越南的店都买不到，明白怎么吗？因为这个是他们这个做这个配方是给我们的，他们的是比较便宜啦，就是只有柚子，我们是有 aloe vera 有 lemon grass， 所以他现在给我订过去，明白吗？30,000只 ，OK， 我跟你们说先，他今天不是要卖黑豆泥，我不是要卖黑豆泥啊。
这粒哈、哦，它是叫做什么？我给你们看它的照片啊，财宝舍利啊。对，它的原创是一大粒的。意大利的啊，我给你看啊，意大利的啊。这粒我们这粒啊，再卖2000多块。那天我们有问 Messi 耶 ，Messi 讲这粒如果我们打成竹子啦，可以出到九十多粒啊，OK 啊，一粒啊这样子啊，卖多少钱？一粒这样子卖2680。And then 我敢跟你讲，这个是它的矿来的，他们跟它磨成一粒一圆圆的，因为这个东西在台湾，他们很多做生意的都有跟他们买，真的是买，它这个是专门吸人家的财气。明白吗？吸人家的财气，然后这个 I'm not joking. After I wear this one and hyperstin together, I tell you, my blood circulation better. 我这个血液，这个会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的。谁懂什么是龙宫舍利的？打上来，龙宫舍利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矿石，在泰国，你明白吗？矿石很像你们买啊、你们。买石墨烯它是一个矿石的，也是一个矿来的，明白？是一种能量矿。And then 啊，我的这个你注意看，它有点剥壳了。剥壳了、啊？有一点点，它的 shape 有点不一样，在哪一颗啊？好像是这颗，你看到吗？它有点凹进去的、不是敲到啊，它是有点凹进去。是。对，你明白吗 ？OK， 它会慢慢升，它是一个活矿啊，就是很像什么，很像我们的树，你知道吗？树啊，它会慢慢生根嘛，对不对 ？OK， 我家里那个脑舍利啊，也是慢慢它变形了，明白吗 ？OK， 它是一个活矿 ，OK， 活矿啊，说这个矿是一个有能量的矿，它会带给我们什么？会带给我们浪，很像你们买水晶一样。把这个呢，我的朋友，你懂我的朋友啊？Let me tell you 啊，我有很多朋友是开不摆店的，不摆店，我是 Christian 啊，讲真的 ，OK， 我有朋友在做佛牌店，我因为他们在泰国的嘛，我就问他们，你们懂不懂这个？龙宫舍利，他讲他知道，可是他们都拿不到，因为给台湾的商家包去了、明白讲么吗？你不相信我，你去问，要问那种会的啦，你不要去弄那种不会的啦，好不好 ？OK 啊，所以 ，listen， OK 啊，你去看 Admin 头 ，Zen 知道英文名我不知道 ，OK 啊，说这个呢，我跟你讲 ，After I wear this one， my luck is very very good. First， secondly， OK， 你的磁场比较好，你没有这么容易发脾气，我没有骗你的。今天家里发生一点小问题。爸，我跟你讲，我的脾气差不多出来了吧？不懂为什么他自己收回去。真的，你会收？你问明明，真的。今天他跟他的儿子吵架，然后我还要帮一帮弄什么东西，我要弄我的东西弄不到，然后他们在明明跟他的儿子吵架，然后我就差不多要发脾气，把我大喊住。OK 啊 ，listen to me 啊 ，this one 啊 ，everybody go and try。OK， 他一粒啊，一粒是10 mm。一粒是10 mm 啊 ，OK 啊，因为这个是 Messi 小姐姐跟她在家里的那些员工人一起磨出来的，明白吗？然后呢，她的这个手串啊，这边啊，这样子啊，是多少？是16 cm 到20 cm， 她的这里的伸缩性她做的比较好，懂我说什么吗？这些全部都是 Messi 小姐姐跟她的那个妹妹两个人在那边串的。你明白讲妈妈 ，and then 这些全部啊都是郭老师是谁？郭老师就是 Messi 的老公，还有找人家加持进去，懂我讲什么吗 ？OK 啊，来，今天如果你们要买的话，我只有50条，我给你们听，没有货，我给你们看，真的没有货，真的没有货。我们差一点哦，开这场直播之前哦，要喊停了，因为他讲，哎，这个不可以卖嘞，他讲没有货嘞。对，你看啊，我叫他们不要 take in order。有，我跟他们讲，你看到吗？我自己跟他们讲，刚才是因为我 plan 不到了，我 plan 不到了啊。我 ban 博大的过后，我叫他 cancel， this one cannot sell anymore， 台湾 not enough stock， 我叫 Aaron 啊， just now Zen sell 的 have to close order， don't take in offline order， OK， if not must refund， 连刚好阿达又打来，我已经没有卖了，然后阿达又打来讲， OK， 叫郭董哈、啊、拿多 last 50条给我这边卖，明白讲什么吗？ OK， 那哈、啊、听我讲先，那时啊本来是没有的，然后 Messi 因为他们不在家里，他们啊、过年他们台中不懂回娘家是哪里，高雄，然后又回去家里就刷到出来，明白吗？那天我跟人家已经卖很多了 ，OK， listen to me， 今天如果你们要的人 comment T188+1， 我只有50条。没有这个朋友哈、哦，他一直要买，也可以帮他寄嘛。谁 ？PM 他啦，这个周一啊，还要买很久啊 ，Malaysia 的。可以，你买你 T188+1 啊，现在打上来啊 ，OK， 他回花莲哦，他回花莲 ，Ivy Stan 都知道他回花莲，他我都不知道
我给他 T188 加一，我只有50条，每个人最多只可以买2条。啊，还要先购？先购，先购，没有办法。OK， 如果太长的话，你们自己去找水晶店啊，找佛牌店什么店，帮你们穿过。我现在哈，所以给的 standard size 就是这个大。我现在的那个金翼石啊，我跟你们讲一下，我的金翼石不是裂开咯，两粒破掉了，我来不及破掉了。两粒破掉。两粒破掉，然后它就掉地板上，然后呢不用紧嘞。我就少两粒嘛，明明要拿去做什么？明明要拿去，金店帮我串，帮我串这个算盘，帮我串这个算盘，懂我讲什么吗 ？OK 啊，来，现在要的人 T188打上来，郭加成哥也在，对 ，OK 啊 ，T188加一可以多看一次吗？来，我跟你们说些，你们不要去乱买。你们不相信我，你有台湾的朋友，我的阿姑啊，我的阿姑娶的老婆是娶台湾老泰国老婆。买三条不可以吗？三条真的不可以，看对一次这样子的。哎，最后19条啊。The boys can wish is the melted still can be. 你还没有讲价钱就最后19条了。188188，你相信我，你去跟他下单。你相信我，你去跟他下单。OK， 明明啊，会使讲无 ，brother 会使讲未？他讲他三姐妹可以买三条嘛。哎呀，你去 plus， 你去 plus， 快点啊！我金维金，我蒙日也在逛呗。其实可以说到三月我们去台湾 ，Hankey 回来，我们去台湾。OK 啊 ，last five 卖完了。没有了，卖完了。马来西亚的你要打你先加。马来西亚这个是10mm。你先加。OK 维金啊 ，OK 维金啊，我跟你讲先啊，他中马票中26000。拜拜了，没有了，不要讲买马票，不要讲赌博，我们讲市场。做生意做工，你的脾气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是不一样。 I don't know why 你平时说奥 M 没有这样紧张，这个是真的没有货。 M 很紧张， M 已经打三次上来说奥了，看到吗？他是这样子的啊，他会慢慢变啊，看你自己的啊，不是每一粒都会变形啊，不是每一粒都会变形啊，真的是不一样啊，我没骗你啊。我都跟你讲啊， Zen 啊，他是每年我们朋友 gathering 赌博，他从头输到尾的，我跟你讲啊，从头输到尾啊，不管去哪里了，哇啦，今年赢。大奖没有货了。啊，大奖没有货了。没有了。你看啊，赢的也是差不多变形了的。用完了。OK 啊，来，现在卖完了啊。我的 charger I left last 300，这边1900个人，你们去抢单，我不会再进了啊。我跟你们讲先，我这个已经饱和了。我已经饱和了，我这个我不要货修出去，因为我没有放在那里丢。有 customer 有一个货修的料给我拿了过后，他讲他放去店面，我就不要给他，你明白吗？我只卖给我们的 customer， 你只可以给我们下单，明白吗？因为我的这个价格啊，他进去里面他要卖很高，我就不要啊，我就卖给我们的 viewer 就好。还没有买我的 charger 的人去下单，我的这个 charger 有什么厉害？我跟你讲，特别厉害。我跟你讲啊，卖一个团队的人，只要是出国的人，全部都是在用我们的 charger 啊。我的在行李里面。在行李里面啊。没有货了。因为差距是远款，要讲清楚，不然客人会有时候收到差一点点。没有，你说什么？他没有准准的10mm。哦，没有准准的10mm 啊，有时会少一点点是吗？因为他不是那个机器打磨的，他是师傅一个用的。9.8、9.5这样子，没有，它不是机器打磨的、啊。对。啊，没有准准10mm 哦。没有准准10mm 啊，先说先啊，好不好 ？OK。对，因为它是用，它不是机器打磨的啊。OK。来。不用加了，没有。不用加了，没有了，没有了。MV 关掉，不要第一号的关掉。不要，谁先还钱谁先拿来。对。只加了没有还钱。对，加了没有还钱啊，不可以啊，加了没有还钱啊，给马票不会中啊，好不好？啊，马票不会中啊。来，我的这个叉车，你看我们在飞机场卖叉车，为什么呢？我们跟着那个风走，对不对？你要出国旅行，是不是要用叉车？用我的叉车，你不用去买 adapter 的。我跟你们讲为什么，你懂吗 ？OK， 你们出国，你是不是要买那个voltage converter？ 你们去日本，我问你，你可以拿自己的叉车去日本用吗？可以，电压不一样。你明白我想说吗？你可不可以拿你自己的 charger，OK，original 的啦？你们现在的买 handphone 有送 charger 吗？我问你们。No。没有送 charger， 所以 you have to buy additional charger， 对不对？所以你们的 charger 是不是 soon or later 你还是要买？是不是这样讲 ？OK， 来，我跟你解释一个东西啊。你们去日本跟台湾，你们懂 ？OK， 现在有可能你们带你自己去 charger 去台湾用了 ，OK， 不用紧了，没有事的，好不好？
我跟你讲，你hang了。你的插座没有事，不代表你的 cable 没有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插座是220 voltage， 你明白的吗？妈，懂不懂？不懂讲什么？我们新加坡卖的插座全部都是220 voltage， 你们去台湾跟日本是不是110 voltage？ 是不是？110。对对，所以actually 如果你们买那种很贵的那个插座，对不对？很贵的一个插座啊，你们很买很贵的插座，真正你们是要去买 voltage converter 的，你明白吗？我们的这个插座是110 voltage 到240 voltage， 所以你去到什么国家，你都可以用到什么国家。我的插座是一个 mini 的 ，with a USB charging with two Type C output。懂我说什么吗 ？This charger can use in Korea， 没有问题。Yes， 没有问题。今天你们买的时候，它的头是这样子。OK， 把我有给你们 adapter， 什么 adapter？ 我会送你们三个 adapter。这三个 adapter 去到，小兵，这三个 adapter 去到什么国家都可以用，去 Europe 啦，去 OK， 亚洲国家去来去 Europe 的话是用这个，去 Australia 用这个 Australia 用这个啊 ，OK 啊，全部都有，全部都有，你不用担心啊 ，OK 啊，好，你们要下单买过很好用，要买来收的话，您今天下单，因为我不会再卖了，如果我卖完的话，我不会再卖了，我先跟你们讲先啦 ，OK， 来，这个是去 Europe 的 ，Europe 的怎么用很简单的，来，我跟你们讲这样子啊，你 stock in。你 stock in 啊，关注啊，很容易用的，收到货就会了。你 stock in 它就 keep 住了。这个是去 Europe， 这个是两啊杜宾的，杜宾啊，杜宾。你要拿出来的话很简单，这边一个红色的，你用指甲拉一下，你把它推出来就可以了。这个是英规的，这个是我们在新加坡用，马来西亚、香港，你用这个 fast charging。我的这个 fast charging 啊，我们里面有一个 smart chip 是什么呢？它会 detect 到你的 handphone 的 battery 剩多少。Actually 你的 battery 每次要 charge 你的电话，为什么你的电话的 battery 有时会坏，用到的时间 battery 每次会 一下子就没有电池。 OK， 第一点是你很多东西没有洗掉，明白吗？第二个东西是因为你们 charge 到一半拔出拔进拔出拔进，明白吗？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 smart chip 叫做 GaN power。 OK 啊， when you charge your handphone， you plug in 你的 handphone 是在 50%， 它就给你 50% 的电压，明白吗？真正你们的 charger 对不对，跟那个 cable 啊，你们的电话要到剩 10% 还是红色的时候，你才 charge， 你的电话，你的 battery 才不会有事，你明白吗？你30% 是40% 70% 你就直接 charge， 为什么有时你的电话会烧，就是这个原因，明白吗？那你 battery 很快就 low bat， 它会伤害到你的 battery。 我们这个它看你的电话是 70%， 你在 charge 的时候它就给你多 30% 的电压电力，它不会 overflow， 明白了叫什么吗？ OK 啊，好， when are we be hot when charging？ OK， listen to meHot or not hot depends on 你们的电话。有些人的电话是已经根本都有问题的，他买到我插座，他用的时候，哎，这电话外电话是维修，明白吗？如果你是买新的电话，你用我这个插座，连你买到好的 cable original cable 的话，你电话是不会烧的。有时电话会烧是因为你们的 cable， 有些的 cable 是两条线、三条 wire 的，明白吗？你的 电话就会烧，懂吗？因为它触的电大吗？你的 cable 承担不住嘛，它进去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就会烧。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有很多种理由的，好不好？最好是把你的每个东西都洗掉是最好的，好不好？把我这个是fast charging，这个真的fast charging 啊，fast charging 啊，它有 overheat protector， 还有 overcharge protector， 明白吗？我问你们一个插座这样子，你们去Challenger买多少钱？买多块？70-80块，89.9块，79.9块。买要有两个 Type C 的出口的啊，还有一个 USB 出口啊，而且我的这个还有送你三个 adapter 啊，去到什么国家都可以用。明白吗？你要去什么国家用什么 adapter 什么插头，你自己去 Google search 哦。YSK 啊，谁的是迎接淘，你都带些淘可的货料，明白不？你去香港，你都带些可的货料咯，明白不 ？OK 啊，好、哦，把我 bank 卖完了，好不好 ？OK， 我没有 watt 啊，我的这个 watt 是 65 watt， 所以我的这个是可以拿来 charge 你们的iPad， 你们的 MacBook 可以拿来 charge 的啊，好不好 ？OK 啊，只要 charge MacBook 还是 iPad 的话，一定要65 watt 以上。所以我这个是可以的，好不好 ？This is ready stock， OK 啊，好、oh, ，This is ready stock 啊 ，OK。Admin 啊，那个包边我们已经卖完了哈，他们要买的，我们那卖的是大价的，所以刚刚没有就对了啊。OK， so listen to me， when can we see this one ready stock？ 我们是19号才开工，我们的 office 是20号才开始 back 东西，哦、oh, ，then delivery 的话 ，courier service 是21号、22号开始来 collect， 好不好？所以今天你们要的话多少钱 ？Admin 帮我编上去。等一下啊，我跟你们讲啊。OK 啊，你们要买的话，你等一下先。那隔壁那个奥利波人啊，啊 ，OK 啊，等一下啊 ，OK， 等一下。这个你要下单的话，你去 comment， 你们去抢单哈、哦，买过的人去抢单，你的儿子的，你的女儿的，我跟你讲了，插电话，我跟你讲，插着你放多一点，你在家里比较好。
对不对？你买我这个有三个头的，你一次过可以 charge 两个电话，告一个 iPad 一个电话，明白讲妈妈好不好？来，今天要的话，一个是69，一年的 warranty 啊，一年的 warranty， 两个的话是110。110块 ，OK， 就是一套是55块，这样子的啊。我用一年了嘞。他用一年了，一年的 warranty 有问题，一个换一个。你今天买一套啊，我送你3个 adapter， 你买两套，我送你6个 adapter， 明白了吗 ？OK， 来 code number 的话是 A1 是一个69，你买 A2 的话 ，A2 plus one 就是两盒，两盒是110块 ，free delivery one year warranty。不好用的东西，我不会去印我的 logo 在上面的。这个是我们的 logo 的 trademark，HK 啊是我们的 trademark，OK、okay、啊，哦 ，HK 这个是我们的 trademark 来的啊，看到吗 ？OK 啊，哦，这个是我们的 packaging 啊，你们今天买下去就对了不好用，退款 ，charge 没有发 charging， 退款，明白吗 ？OK 啊，所以如果你们 charge 你们的 iPad， 你们 charge 你们的 iPad charge 不到，退款；你 charge 你的 Mac charge 不到，退款，明白吗？好不好？我们这个 money back guarantee， I tell you 啦。你有史以来啊买过的插座，这个是最好用的啦，我不是跟你开玩笑。OK 啊，哦，你看啊，国际 team 在那边帮我们做 review 了啊，不好用不好用的东西，我们不会，这个你全世界上你买不到的。我去 Apple 都找不到。你买不到，你去阿里巴巴找啦，什么淘宝啦、Shopee 你买不到的，你只可以跟我们买，因为这个是工厂开这个模具给我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你。切不会转世改的切不会，我跟你讲。是他有 idea 跟工厂讲。我有 idea， 我叫工厂讲，我要做这样子的东西，叫他帮我开模出来。他们特地做我的这个形状也好啦，我的这个形状啦。想不到两个 Type C 头跟一个这个 USB 头。也有，我们这个问题是他没有像我们这样子，我们是这个 adapter 这样子套上去就好了。你明白讲什么吗？它的方便就是在这边。对，懂我讲什么吗？好，来，今天要的人给他打上来。哎呀 A1 plus 1 是110块，你觉得贵你就不要买，你觉得贵你不要买，哦，不要买，你不要买啊，你去巴沙马拉买，哦，或者你不要来找我，你觉得贵你不要买，等到你的儿子需要用到插着，我今天卖这个也不贵哦，不贵啊，这个东西去到 retail shop 卖的话，去到 consignment 的 challenger 卖，这粒东西要卖多少钱？我跟你讲，可以卖两粒110吗？不可能的，一粒这样子再加那个 adapter， 我跟你讲，米拉都要卖89.9。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的，因为 consignment 嘛，我们放电进去人家的店里面卖的，人家不用抽啊，人家不用请，才人家不用请修斯哥来介绍，是不是这样讲？我们不是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product， 我就在 live 卖给我的 customer， 你懂我讲什么吗？好，我们卖的东西都是有用到的，如果没有用到，你家里已经有10个，你就不用买我的啦，当然的，明白吗？可是如果你觉得你家里需要用到，这个是一个必需品，手机我跟你讲，你去到哪里都要用到哪里。明白吗？你今天没有购买这个插座，你早晚都要花钱去买。你只是早去买，你不今天购买，你早上也会用到，晚上也会动它，早晚没有没有对，没有你迟早要买的，你明白吗？你只是现在购买，还是下一次你需要的时候去 challenge 买，就这么简单。他有给你 warranty， 我也是有给你 warranty 嘛，明白了吗 ？OK 啊。懂我说什么吗？是不是也要看其他电话牌子有没有快充？电话有快充？没有，我跟你讲，每个手机都有快充的，只有 iPhone 它没有show你快充哎。你的那个也要看你的充电线，你的充电线也要看一下，充电线我们也有卖。有关系的。今天要的人去买，多少钱 ？A1 加一69 ，A2 加一是110 ，Free delivery one year warranty。How to choose to correct cable, a correct cable for this plug? You as long as you buy original cable is okay. 不然你就要给我们买。你要给我买我的 cable， 我有卖 cable 的吧？你等我到时介绍 cable 的时候，你跟我 admin 讨那个我卖 cable 的那个 video。我们的 cable 是有5条 wire 的，有 data transfer 的。哦，我的是 braided 的啦 ，braided cable。哦 ，OK 啊，来，今天要的人 comment A， 我这个你讲啊，我是进第二批的哈，我第一批进2000个，第二批我进2000个，这个 MOQ 2000。因为工厂开模具做的，明白吗？好不好？我卖完了，有可能我到时就暂时不会再进钱，因为已经饱和了，饱和了，你明白吗？我几乎人手一个，对，几乎每个人都有了。除非我们有20000多个新的 viewer 进来，没有吗？没有吗？问题是没有吗？对不对？没有啊 ，OK 啊，我的这个给你 one year warranty， 你收到货7天里面没干 ，you have to bring down to my office， I give you a full refund， 明白讲过吗？好，收到货充电没有快，退款 ，you bring back 啊 ，you bring back 啊，好不好 ？7 days，7 days，OK，、okay? 好。你开过多好，开过 plastic 怎么开到烂都好，你拿回来我退给你。7天里面 upon you receive 你 receive 的那天7天算起，
啊，好 ，OK 啊，好，我给你护理方，你放心，你放心去用，哦，没有事情的，这个很多人都在用了，帮我打礼物，哦，你看到吗？外面在卖多少钱？这样子 normal 的啊，这个是 adapter 来的，这个是 adapter 啊 ，adapter 都要 ，adapter 都要一百多块一个 adapter 啊。明明去拍照哎，明明。明明去拍照，一个 adapter 都要一百块，你明白吗？我老婆很爱我，爱我，他知道你在卖这个。啊，我老婆很爱我，我要做一个 star buy 给 customer 可以吗 ？star buy， 我今天没有带那个来啊，你们之前买的哈，我跟你们讲先。这个不是给我的吗？这是给你的 ，travel bag 啊 ，travel bag 对不对？很多人老娘有卖 travel bag 吗？没有啊，有老娘有卖 travel bag， 他们有跟我讲 ，OK 啊 ，travel bag 你们在买的都是这样子背的，对不对？然后后面这边可以 slot into 你们的 luggage 的嘛，对不对 ？OK， 我现在在 office 做的是 upgraded version， 就是啊，两边这边啊 ，OK， 有一个背的，就是多一条，这样子啊？对，你可以背鞋，你可以背鞋，哦，你可以背鞋，就是背鞋的啊，背鞋的 ，OK 啊，鞋挎包，你现在外面你们现在在买的外面全部都是这样子 handle 的，对。都这样很的，你只可以这样背而已 ，OK 啊，哦，可以这样背，对，可以 sling， 可以 sling 啊，可以 sling， 只是我没有带来，我没有带来，对，可以变这样子背啊，那你可以收的那个哈 ，OK 啊，我们的这个 travel bag 对不对？我跟你讲先，它的质量比较好，下面这边有这个拉链，这个是一个很 normal 的一个 travel bag， 我把它弄成什么？我把它加厚版，我把它的那个拉链做成比较好，连它的下面这边啊，你看到吗？我们做的下面这边全部是这样的卡的，有没有看到防水的？嗯。所以比如说你们有去巴沙买鱼啦买什么啦你放里面的话啊它不会不用它就不会湿明白了讲妈妈不会湿到外面来 OK 啊来巴沙买鱼带这个去买鱼有人带这个去买鱼啊是吗啊我跟你讲我出国里面看到带这个我拿薄蛋放什么我就带这个来我知道对很方便连它很多 compartment 你明白吗很多 compartment 啊看这边有一个 compartment 这边有一个 compartment 可以放小东西它里面也有 compartment 里面有孔巴门，你看到吗？这里也有 pocket， 也有 pocket 啊，这里啊，这里也有 pocket， 明白长毛吗 ？OK 啊，我跟你讲很好用，对吧？这边中间里面有拉链 ，OK 啊，多少钱？我跟你讲，这个 star buy 的，今天 star buy upgraded 的啊，两边都可以 sling 的啊，可以 sling 的啊，你要手提可以，你要 sling 也可以，全部都是测我们的公司的牌子的 ，OK， 测我们公司的牌子啊。今天我卖多少钱 ？star buy 20，两个20，你可以选颜色，两个20。包邮 free delivery 啊，20块也包邮、啊，20块包邮，这样子就是才10多块。来，选你要的颜色，我有两个颜色啊，我给你们看啊，你可以折成这样子，黑色哈，黑跟苹果，只有两个颜色而已，黑跟粉红色，可以折成这样啊，哦，可以折成这样啊，帮我打广告，两个20。本来这个是我带走的嘞，怎么？然后有一天不知道去哪里哦、啊，然后明明又没有带，然后我给他，然后又带回去，20啊 ，comment pin。Plus one, black plus one. 连我要一个 pink 跟 black 嘞。我的电话在哪里啊？还是 mix plus one? Mix 那边。啊？没有啊。还是 mix plus one? 还是 mix plus one? Mix 的话是一个 pink 一个 black， 20块免邮。20块还包邮啊？包邮。啊，右边啊，等一下啊 ，star buy 啊 ，HK travel bag。One black 哦、oh. ，black 哦、oh, ，sorry， 我两个卖20啊，所以你 black plus one 就是两个黑的，你 pink plus one 就是两个 pink 的。明白的妈妈，如果你 mix plus one 就是一个黑一个 pink， 你们自己去 plus，、哦、这个是 ready stock，ready stock， 20号过后送货，20多号过后送货。你急的话，你19号啊，20号你来我的 shop office 要过来，明白吗？好不好 ？OK 啊 ，black plus one 就两个黑的 ，pink plus one 就两个 pink，mix plus one 就一个黑一个 pink， 20块。OK， 你们继续加，我的现在这个 upgrade 的是可以 sling 的、啊，可以 sling 的、啊，很好用，我觉得很好用，因为这个 sling 的是为什么我想出来的，我叫工厂，我打去问那、啊，你帮我问工厂可不可以做升级版啊，就是可以背的，他就故意撤多一个给我。不是因为哦，他们每次这样子拿。对 ，free delivery， 只有这个手串要等哎，哦，这个手串要等啊，这个哈、啊，这个手串你们要等，哦，手串你们要等。你们 comment 不要 comment 在那个。那个 comment 那个冰上面呢？不要 system 啊对，你直接 comment out 就好了。mix plus one 跟他打 ，mix plus one 跟他打上来，20块，就是一个10块，你们继续抢啊 ，star buy 来了，这个 star buy 啊，你们没有买就没有了啊，我先给你们讲先啊，哦 ，faster grand order 啊 ，star buy 啊 ，give me offers， 有吗？有人下单吗？我看不到，妈的，看不到，看不到那个单。明明又去干价钱了，什么东西？
我给你看。OK， 你看啊，这个啊，多少钱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是新的。我给你看啊，你们觉得贵对不对？我给你们看这个。那个27.99一个。明明在那个 Apple 里面看到。27一个卖27.9。我们卖两个20。27.9啊，27.9 ，OK 啊 ，See slim belts， see the travel bag， OK， the travel bag like this， 给、okay, 啊，给我们看对视，来，化妆过来，你看啦、啊，哎，妈的，这个哈、啊，它是这样子，这边可以塞进去你的那个 luggage 的，你的 luggage 啊，每次你们不是带那个 bag 对不对？你放在这边啊，你推啊，你要用你的 handle 来勾吗？嗯，对不对？你是它会掉吗？所以我们的这个哈，你放你的 luggage 看到吗？这边是 stock in 的 ，stock in 啊，这样子。那你放你的衣服啦，你 hand carry 回来，你放在这边，它不会掉吗？懂我讲什么吗？不会掉。第一点，第二点啊，你在市场上买的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我的这个是加工版，我做比较厚，你看里面的拉链，来，你看啊，它的里面全部是这样的，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多两个 pocket，OK，、okay, 这边有多一个 zip 啊，我全部是加工的，你看到吗？这边你看。看到吗？这是防水啊！防水，你弄到湿的东西没有关系，人啊不用紧啊，不用紧啊！我跟你们讲先，现在我的这个我做背的，我做 sling 的，现在这个是第一代，我忘记带那个出来，旁边这边可以 sling 的，可以这样子背，明白吗？可以这样子背啊！我给你们看啊。马来西亚可以买吗？马来西亚不可以买，可以这样子背的，可以这样子背。这个马来西亚不可以买的啊 ！OK 啊，我做这个 sling 的给你们，所以你们现在买的全部是升级版的，有两个颜色，收起来可以折成这样。哎，你去，哎。你去那个 Apple 买啊！哎，那个女孩子弱小啊！妈的，我以为你在看女孩子，你在做直播，你也在看女孩子。不是看我们笑，看我们笑，看我们笑。哦，你去 Apple 买啊，看啊，去 Apple 买啊，明明先来啊，看到吗？价钱27.9哦，一个。27.9。啊。跟我们的差不多一样的啦，那个大小是差不多一样。很好用啊。27.9 ，OK。还有这个东西，你买那个哈，我跟你们说先，你不是一定要出国才带，你去游泳啦，去什么啦，你去买东西啦，这个是多余的 bag 给你们，嗯、明白吗 ？OK， 你拿这个当环保袋都可以。两个20。对。你打 black 加一是拿两个，两个啊、你打冰加一是拿两个，对你打 max 是拿一个 bag 一个冰啊。什么东西？啊 ？OK。OK。那很蠢了，卖20块东西卖很蠢。他不要卖20块东西啊！不是，这个是这个。你要卖200块东西、啊？没有，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了，不是这样讲。因为这个 bag 啊，是给人家短了，懂吗？给人家短了，人家叫我帮他订。啊。订了差不多1000个，不要来拿。妈的，有几个产品是这样子的，然后不用整了，我就 benefit 给我 customer 咯，一个这样子啊，我跟你讲，一个是卖15块的画面。一个卖15块，他们摆摊啊，在哪里卖啊？是卖19块，19块，今那里要卖两个20，两个手，你们去抢就对了啊，抢得到就是你啦，抢不到你就拿不到了啊，先讲先啦、啊，哦 ，comment in main， don't comment under the pin， 知道 ？Yes， comment 卡住了，都看不到了，很辛苦了，做到这样子啊，很辛苦，对了，好、哦，等一下啊，我要卖多一个东西了，你给我一下时间啊，我要卖多一个东西啊。还有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明明讲等我等货到了，哪一罐有女儿？是啊。OK， 来，我跟你说先，你们看对个东西啊！今天我要卖你们的这个是一个 lotion。OK， 你给我一下纸先啊，这个 lotion 啊，这个 lotion。这个螺旋原本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是半信半疑啦，你明白吗 ？OK， 把它我回到家的时候给我的孩子擦，我就强力推荐你们每个人一定要去下单。我给你们看啊，这个螺旋是特别厉害，因为什么？它这个螺旋啊是在一个哪一个医院啊？台湾你们懂哪一个医院吗？它专门长庚医院，长庚医院。林志颖不是撞车咯、嗯、还有一个、啊、那个 SHE 不是火烧咯、嗯、对不对？那个皮肤他们在那个医院的像 pharmacy 这样子在那边卖这个 cream，
OK， 你们如果有 eczema 的朋友或者皮肤敏感的朋友，是不是去看医生？他给你的 cream 全部都是打 steroid 的，有内固醇。内固醇啊，我们这个是完全没有内固醇，而且它的这个配方呢是医生几十个医生研发出来的。我那时给他们看的照片是我从飞机上直接从香港到新加坡去压低我的 helper， 直接打给明明，跟明明讲啊，妹妈，我要带弟弟回家，因为老师打来讲他的皮肤敏感。嗯 ，OK。回到家，我就叫明明从拉给拿出来，叫他跟他 apply 这个 lotion。一 apply 好了过后，他去睡一个觉。四点多 apply 我没有错，待会给你们看照片啊。OK， after apply 了过后，七点他起来，他整个皮肤好去。这么厉害？还不用紧啊，还不用紧。那天不是初二，我们去陪去家拜年哦。嗯。因为 Travis 弄到狗哈、啊，他的皮肤会敏感。哦，狗的吗？他整个脸肿。他回到家擦那个 cream， 一个小时他的整个脸就不干净。这么厉害？真的，你看，你真的要给你的孩子用。我给你看啊。OK，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啊 ，Travi 去啊 ，Patrick 去我堂哥家。初二，他弄到那个啊、狗的皮肤，啊、几点？这个是几点？我看一下啊，六点啊，你看到吗？整个脸肿，眼睛肿哦，眼睛肿，脸肿，看到吗？因为他跟狗玩，啊，啊什么是好不好？还有一张肿的很严重，还有一张肿的更严重，这个看到吗？整个脸啊肿到啊不能、哦、敏感皮肤弄到他的毛他就这样子哈、哦嗯、OK 六点的时间啊回去查啊等一下不是这张是这张没哦这张因为他那个是赌的啊对赌的啊那天因为他拍照嘛拍照照片上面有放时间的你们知道吗六点赌的一样的时间九点什么九点八点七点哎七点五十七分，他到家查，这个是六点啊，他回到家他查，你看到吗？好了哦。好了，还有，你看到吗？还有一点点，好了，这个还不厉害啊。OK， 我给你们看那个我在飞机上回来的时候了，看到吗？这个也是敏感。这个是不懂什么鬼墨啊，好不好？你看他整个眼睛肿起来 ，OK 啊，回到家啊，这个是几时？我给你们看照片，给你们看时间。压低先给 Travis 啊，明明的1月30号1:00:02，看到吗？一样那天，1月30号是星期二，我到家了，我搭飞机我到家了，我直接在 luggage 里面拿出来跟他查那个 cream 啊，看啊，查了过后啊，七点多一样的时间啊 ，Tuesday 一样时间七点起来，他的皮肤好掉了，哦，很厉害，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很厉害。明白，一样的衣服啊 ，OK 啊，一样 Tuesday， 你们去 search 啊，1月30号是不是 Tuesday？OK，、okay, 你们自己去看 ，OK。然后呢，他们在台湾有一个 customer 哈、哦，就是因为他的脚的皮肤是这样子，这么严重，腮腺。如果你的皮肤是这么严重的话，你需要查一天查几次啊、哦？一天查大概3次到4次。如果你的 eczema 特别严重啊，一天你查3次到5次。每天查，来一个这样子的，它的 bottle 是讲啊，500 ml， 它里面有什么 ingredient？ 等一下我给你们知道，来看清楚啊 ，OK， 我给你们看先 ，OK， 有那个 customer 的脚是这样子，红肿是痒到哇，然后也没变了，他查了差不多五天过后，他的皮肤变怎样呢？五天过后，他的皮肤干去了，明白吗？原本是这样啊，查了三天还是五天，看到吗？整个皮肤好去的。不是跟你开玩笑 ，OK 啊，不是跟你开玩笑，看到吗？干去的 ，OK， 保湿去啊，看到吗 ？OK 啊，还有什么呢？如果你的脚，等一下啊，你们的脚是这样啊 ，OK， 哦 ，eczema 啦，脚啦，生皮啦，痒啦，去跟它爬啦，对不对？哦，你看到吗？这样子啊 ，after 查了过后呢 ，OK， 你看到吗？它慢慢浅掉，整个脚就变好掉，明白吗？我给你们看啊，这里，看到吗？他的脚原本是这样子的，查了过后你看到吗？还有印还有在，可是你看到吗？他的整个皮肤啊，你看到吗？哦，浅掉了，本来是红肿的，有没有看到？所以都可以查。我跟你们说先啊，你当做 moisturizer 拿来查 ，this lotion is very very damn good。擦脸可以，脸啊，你们的脸的皮肤很干啊，很多痘痘啦、污啊、污啦。OK， 你晚上 last step 你拿来查这个，查你的整个脸跟你的手。Okay, 明明啊，他的老婆还女儿，皮肤很敏感。明明拿两罐回来，一罐送去他家给他，因为他讲他很急。嗯。他的女儿查了，
哇，他讲 very good 啊，完了我擦过很多螺旋了、啊，你这个螺旋真的很好。OK 啊，我跟你说先，这个里面也有美白的功能，有保湿的功能。如果你这边比较黑，你跟他 apply， 你跟他 apply 啊。OK， 听我讲先啊。皮肤 those people got dryness and oily skin， you have to apply， you apply on your whole hand， 当做 moisturizer 拿来擦。明白我讲什么吗？而且我跟你讲，它是500 ml， 不用擦很多的，一点点就好了的。说你的手有剩那个嘴跑啦、扭吃啦，你可以拿来擦，懂我讲什么吗 ？After 你 apply， 它有会 create 一个 barrier，a barrier 啊 ，to prevent your skin from drying，and then to prevent 你们的 skin from sensitive 的 skin， 皮肤敏感，有些人一直爬嘛，对不对？你擦的这个它里面有一个冰冰凉凉的 ，After 你 apply 过后，你的整个皮肤会冰冰凉凉，懂我说什么吗 ？OK， 你的皮肤就不会痒，你就不一直想要去爬它。After that， 它就帮你 moisturize 你的皮肤。I tell you， this cream the formulation， the formula is very very damn good。OK 啊，你们去买就对了了，你相信我。如果你擦的没有好，退钱，明白吗？好不好 ？OK 啊，你看到吗 ？OK， 明明他不是我的堂，他不是我的堂哥来的哦，他不是我的表哥啊，不是我的亲戚啊，真的是我们的 customer 来的。明白我讲什么吗 ？OK， 来，今天呢、啊，你们要的人哈、啊，你们去抢单，你们去抢单，这个要 pre order， 之前买过的人呢、啊，会比较早收到货。现在下单的人会比较晚，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收到货，明白吗 ？But waiting time still at six to eight weeks. This one have to pre-order because Taiwan side also not enough. 原本他们的量没有这么大的，你知道吗？他们是因为就是在放在那种 pharmacy 卖啦，人没有人去 demo 嘛。然后有一个人，他是专门去找直播主介绍的，他就看到这个product，他就拿来用，用得很好，他的脚他有 eczema， 他用得很好，他就去跟这个厂家说谈，我要把这个货带给更多人，就在直播上介绍给人，在台湾的直播，因为他们是这样多产品，对，所以他们在台湾介绍，这个男的就很会介绍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自己有揣过，然后他自己揣在自己身上，他就很有信心去卖，你明白吗？然后卖的时候就哇，整个台湾的直播全部卖到爆了，我跟你讲了，真的了。然后呢，他就我就在我这个我是在中国看到他的这个商家，我在中国看到他，是不是那个？对，他的名字叫小蔡，一个安哥来的。然后他就跟我讲，大师兄，他们叫我大师兄，这个你一定要带去新加坡，你的客户一定喜欢，我跟你说。然后我就跟他讲哦，这样子啊，我去台湾的时候你过来哦，刚好我去台湾，我在台中，他也在台中，他就过来那边介绍。安哥，我知道，安哥那天。你们做直播？对，那个你回去，因为你急着回去，因为你的那个好友在等你哦。然后呢？我回来新加坡，我做 event。哦，你做 event，OK、okay、啊？连这个呢，你们要下单的人呢、啊，我跟你们说先，你们去抢单。它每一瓶是500 ml。You apply on your whole body. If you eczema, one day you apply five times, three to five times. 他跟我讲，你三天就一定有效果，没有效果拿回来退。他自己这样讲的，明白吗？好不好 ？OK， listen to me 啊。Eczema skin, dry skin, 嘴跑、油吃、腮腺、桃腮腺、hive, whatever skin 啊 ，you just apply. OK, for those people who don't have this type of situation, it doesn't matter. You just use it in the night. 他跟我讲，你只要擦两天到五天，你就会马上感觉到你的皮肤白白嫩嫩、滑滑的。明白吗？好不好 ？OK 啊，当做你的 moisturizing cream 拿来擦，当做你的 night cream 拿来擦，明白怎么吗？你出国旅行的话，你500 ml 你要就是帮他 check in。你去到国外的时候，你分装啊，分装，整瓶带去啦。如果你们去冷的地方，韩国一定是去一个礼拜的嘛，对不对？整瓶带去，按摇擦你整个脚，明白吗？你的整个脚滑滑，还有它的味道又 OK， 不会说它是那种 body 的那种，对，粉粉的味道，明白吗？来 OK 啊，而且会冰冰凉凉的啊。哦，痒的朋友你擦了过后，它会止痒 OK 啊，甚至有些人跌倒了、受伤了、掉皮了、旧伤口了，你一定要擦，不然你的伤口要愈合的时候很痒，你明白吗？你跟他 apply，OK、okay、啊？来，今天这个多少钱？多少钱？讲讲准了，重点来了。重点来了啊 ，OK 啊？多少钱？你买一罐啊？你买两，我没买一罐，不好意思啊，两罐是80。我卖两罐是80，你们要的话四罐跟他下单，有效期是2026年，他们没有屌黑的，他们新的出来卖完，新的出来卖完，我到时候 OEM 我自己的 branding 了。有可能你们这个 batch 买的收到会是我的 HK 的啊 ，OK， 我现在跟他在弄着，好不好 ？OK 啊，所以你们先去抢单先，到时我没有卖4支的啊，到时我是2支卖，今天4支140，2支80块，你要的人 comment 500 ml，biomedical lotion 啊，500 ml 啊 ，do for AD you will comment M2+1，M for banana，M2+1，OK，、okay? if you want 4 bottle you comment M3+1，M3+1 我就是 M3+1 是4瓶。
明白吗？四瓶啊 ，M3 Plus 算是四瓶，140块。你买四瓶，你收到货，你用一瓶，你擦了，你的皮肤没有效，你打开了跟那三罐，你拿回来，我给你付一半。嗯，好。明白了吗 ？7 days 啊，七天，你有没有效果？你的皮肤敏感，你擦三天就有效果了，就等到两个礼拜了，他讲三天就有感了，你明白吗？很好，你们可以买了。OK， 明明啊，买了六罐八罐拿来收啊。不管你不好，你拿给 OK 明明他要用。哦，OK 啊， okay, 来 ，M3 还是 M2？M3 是四罐 ，M2 是两罐啊。你跟他打上来。你看到 comment 你们哦，你看到吗 ？This is good 啊 ，Amy 拿 screenshot 那个 comment 给我哦，你这个先给我，看到吗 ？This cream is good, really and try. No good, still can return. No harm to buy. 哦 ，return to the OK Mimin 啊 ，he want to use 哦。four daughter 还有四个女儿，全部岳父命，以后他家很多 hamper， 他家很多 hamper 啊，来 M3 pin up 在相对是那个 pin， 我想问 Amin 会愉快比较慢啊，因为 Amin 啊他的 laptop 快拿去做 Amin， 我想问现在还用电话 take order， 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就是这只东西可以 hand carry 吗？不可以，哎，什么？这只东西不可以 hand carry， 这个东西要 check in 嘛？啊，这个不可以，哪个？这个可以 check in。这个不可以 hand carry， 这个可以 hand carry， 可以 hand carry， 可以 hand carry， 可以吗 ？Yes， 这样长我这样子拿上机，我可以抱死人呢。可以 hand carry， 如果不可以的话，你不是没有 stand 了？为什么？没有 stand 了。老娘有吗？老娘就是。为什么这个可以 hand carry， 那个不可以 hand carry？ 为什么呢 ？hand carry 的，眼睛是 hand carry 可以，就是多长的。不是，是这个可以 hand carry， 可以不是打人可以打人，他不可以。我跟你讲 ，play safe， 尖的东西。我跟你讲 ，play safe 啊。你放在哪个里面？是，买这个你要吗？这个我不要。我以为不能。煎的东西都不可以。我不要冰卡乐的。如果没有，如果你不够 back 还是什么，你到时候要回来，你叫那个火焰拿给你。你不会生气啊、哦？我很生气。啊！不要跟我做直播了，明天开始。而且呢，那个杜多德欧尼，然后被马来西亚神庙付款。马来西亚，我有马来西亚的户口，等一下我给你看我马来西亚户口。你看他是不是乱乱讲话？人家有两个孩子，他讲四个。好，你看他是乱乱讲话，没有乱讲话。陪我去测阴的，我没有乱讲话，阴的。等一下。边边他问你，可以的。亲爱的，我马来西亚只有这个户口，我马来西亚只有这个户口，你们不要乱传身份啊！阴走了，阴没有跟你讲拜拜。等一下来，我每天就只有一个这个户口啊 ，CIMB account 啊 ，HK Homes Online Enterprise 啊，不要去乱乱骗号啊，不要去乱乱骗号啊，这个是我每天秀的号码啊，每天秀的 company 的account 来的，好、哦，你们 screenshot 先1234567890 ，OK， 我们只有 CIMB 的户口啊，不要乱乱 transfer 啊，你跟我的 admin 讨 ，admin 会给你的，好不好？好、哦，我的 admin 会给你。明天12点半吗、啊？明天我们12点半有狼赛，在 Zen 的家。我的公司是19号狼赛，我的公司是19号狼赛，在高雄外公司狼赛，在高雄啊，19号啊，然后是19号我们有 company 里的，哦，19号 company 里的 ，lucky draw 啊 ，it correct 啊 ，lucky draw 啊 ，lucky draw 等一下啊。马来西亚 can buy。什么？马来西亚可以，马来西亚可以。可以。你跟Zen讨要不要？你跟Zen讨。来，要下单了，去下单啦、啊，快点啦、啊！快去下单啦、啊！我拿几多五份就好了，没得下很少啊，很下就好，下很少、啊，10个你别要骗到港币罗了。你们有没有帮我分享先？来，人日快乐，人日快乐啊 ，everybody， 人日快乐，人日快乐，不用紧啦，过也不用紧。来啊，等一下啊，我去找我的 Pasta Boy 啦先。等一下。啊、你要给我时间骗到了好不好？给我时间骗到。要给我时间骗他啊！不要催我啊！哦，这个是垃圾做的啊！不要催我啊！先讲，好不好？哦，你看我都 hit 到两千个 share， 妈的才1200个 share， 等一下啊！你们先 comment 啊！不要一直 comment 一样的东西啊！可以要换不一样的，像 Kiki 这样子，好不好？哦。
我现在做啊，五份啊，五份，妈的五份多钱呢？88嘞，辣小啊妈，要五百块钱，88块五份，我抽头五个人的名字，好不好？头个人的名，头个人的名，来，我现在反过来啊，你要 P， 等一下，抽到了啊，你要去 PM 我的 admin， 你的 PayNow 的号码。跟你的 PayNow 的名字，好、哦，不要去给他你 PayNow 的号码，等你去给他你的 Facebook 的名字，不可以啊！我 PayNow 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名字不一样，我就没有 PayNow 了啊！你要等多一个礼拜，好不好 ？Steady 不 ？OK， 可以吗 ？OK 啊！我现在抽啊！我现在抽，一二三，动静来，过得更紧。第一个温翁，第二个小雨，第三个 Jutsi， 第四个 Apple 蛋，第五个 Lindy。OK， 我讲对是啊。第一个温翁，第二个小雨哥，第三个 Jutsi， 第四个 Apple 蛋，第五个 Lindy 啊 ，Lindy 啊 ，Lindy 啊，好不好 ？OK 啊，好、哦，我跟你讲，我没有骗到 Malaysia 的啊，好、哦，我只骗到新加坡的啊。哦，你是马来西亚人，你中的话，你去找你的新加坡的朋友，跟他拿 PayNow number， 我就 PayNow 给你。Steady 不？我跟你们说先啊，那个 cream 你们一定要去下单。Lotion 如果那些人还没有买这个 lotion 的人，你一定要去买那个 lotion。如果 miss 到你的 comment， 不好意思，因为 Facebook 真的是吃 comment。我们这架手机我完全看不到人家 Plusone， 我完全看不到，真的。你们有看到人家 Plusone 吗？一定是有的，我不懂你们看得到吗？我这边的手机看不到。真的看不到啊！帅主的 OK 啊，恭喜恭喜啊 ，Michelle 峰，哎，我跟你们说先啊，For those people who got kids at home, for those people who got children at home, I highly recommend you all to buy this product. 我的这个 lotion， 我跟你说先，为什么我们会卖？为什么那个小蔡我们的那个厂商他会买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用得很好，你明白吗？他得说他别人有别人在卖，可是卖不好，只有这个人卖得特别好，因为他就是讲出他的味道，你明白吗？因为他自己本身有用过。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我们 Travis 现在4岁的吧，对不对？他的皮肤很敏感，去看一个医生500-600块700块，你明白吗？ OK， 我们是有那个 Rose Cream 查得很好，是很好，可是我们需要一个 lotion to apply on his body， whole body every night， 你明白吗？ OK， 说、so, 他查了过后，他的皮肤真的啊，他本来这边有很多黑点的，现在查了不到多久啊，现在我拿出来的 sample 是只有到这里而已，明明把它倒出来放在一个汞里面，对，你懂我讲什么吗？所以我们才可以再来修你们嘛，对不对？ OK， delivery for this one you have to wait 啊， because this one is pre-order。我刚才卖的那个 charger 跟我们的那个travel bag 啊，是什么？是 ready stock， 都要等20号过后我们才开始包货，因为我的 office 20号19号才开工，懂我讲什么吗？好不好？可以？OK 啊 ，admin 去礼拜 five to ten working days 啊，所以我是想要有时要拉他们的耳朵一下啦。今天几号？拜一，对 ，five to ten working days， 给我们时间 back 啊 ，OK， 因为19号才开工。来，今天这个你要买的话 ，comment M2+1是80块两罐，M2+180块两罐，一罐是40。你觉得贵你就不要下单，你觉得贵你不要下单。我不怕卖你们贵的东西，我只怕卖的东西是没有效果，我只担心卖的东西是卖了你们用了没有效果，你明白吗？有效果我跟你们讲啊，贵我都敢卖。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这样的性格，我觉得只要是用得好，贵我都舍得买，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OK 啊，来 cable have ready stock， Podcast food cable you go and PM my admin， and then I tell you 啊，我做人是这样子 OK， 我甘愿花钱在用得到的东西，等用得会好的东西，等我去赌，等我去买马票，我不买马票的，你明白吗？我不买马票，我有觉得这个是长远买的话很难赚回来，你明白吗 ？OK， 偶尔过年过节赌博啦，还是有时出国玩的时候，哎，楼下有卡西诺，我们去玩一下 ，OK， 换一个10000块、5000块是3000块，玩了输我们就 stop 了，这样子我 OK， 你明白吗 ？OK， but let me tell you 啊 ，for this type of product 啊，我自己觉得啦，每个人家里都要有，
一罐两罐三罐 and then 你真的 you try to use this one to replace 你们的 moisturizer lotion at night one 你拿来 replace 看看 and then 你用我的这个你拿来擦家里只要是有 baby 儿子皮肤敏感一点点就痒一点点就掏三线挡不挡破了对不你拿这个去 try OK不会 greasy 不会 sticky after 你擦了过后你的手很像 baby 的味道很像 baby 的味道我真的没有骗你们很像不会油油不会黏黏的不会油油的还有个 demo 学生做的 after 你弄了过后你拿纸拍拍一下吹出掉它不会油油不会黏黏的你擦了你有那个 baby 的味道我跟你们讲真的我的孩子 Travis 他那时是一月的事情现在差不多都二月中了他的这边很多一粒一粒黑黑的嘞他现在我们擦他这边变全去了全去你明白吗全去所以如果你们有你们比如说这边有些人啊以前磨到啦皮肤比较干啦比较黑你跟他 apply it daily believe me when you go to cold countries 啊我跟你讲那天我去香港啊我从台湾去香港那时台湾很冷冷的地方皮肤都特别干你明白吗然后我去到香港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卖这个博大的时候那个台湾的那个老板来啊他来卖的时候是我们的台湾的尾端了然后我们隔天就要飞香港我就带两个 sample 去到香港的时候我的脸就开始很痒了很干了然后我的脸很干我就拿这个来擦整个脸我只擦一天而已我第二天没有擦第三天没有擦我的整个皮肤都很好我的皮这边都不会干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OK 头皮可以擦吗是可以头皮的话头皮不要擦了你的头皮三线了三线你才擦如果你有 BB 是头皮三线的那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整个头跟它剃薄大剃薄大了过后你擦我们这个 lotion 跟擦我们的那个 rose cream 哼我跟你讲因为什么我自己敢这样讲因为我亲身体验过 Travis 以前的头皮三线看一个医生七八百多块四五百小孩子看医生了的皮肤医生啊很贵的我跟你们讲真的这个没有 steroid而且是500ml 的 brother sister 500ml 的很多它很多你擦一点点就够了你看这样子啊你就可以擦你整个脚了你整个脚如果你们有 eczema 还是看那个照片这样严重啊你擦你一天擦三次到五次你的 eczema 啊沙缸细缸的厚料沙缸细缸给你一百的厚料都快丢微笑料没有微笑我退钱给你 Amina 那个冰在线上来对视pre-order 啊 this one pre-order you have to go and buy 啊 brother sister don't be stubborn I'm trying to recommend a good product to you all if you feel that it's expensive doesn't matter you receive the item then 你查我跟你讲啦要有效果而已啦对不对没有效果你卖你一块你都不敢买啊是不是这样讲对不对 and then 这个啊全部 HSA approved 的你们不用担心哦你们不用担心啊 OK 啊 all we got submit one 啊 you all no need to worry all is registered product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can shoot me 啦哦 OK 啊Cable have ready 我现在看不到 comment 了 comment 卡在那个新地会新地会啊 comment 卡在新地会完全看不到 OK 啊 M2 加一是两罐八十 M3 加一是四罐一百四十我教你们怎么算一百四十的话是每一罐你省五块钱一罐是三十五这样子我的是五百 ml 很有效真的我没骗你们真的很有效 Travis 我给你们看照片啊有是不是有些人刚进来我电话不能跑去哪里啊不会 sticky 不会 sticky 你每天我们在找多料了、any mean、in the cream is the texture thick or greasy the texture is a bit thick but you apply already you won't feel greasy only a while lah, because you haven't absorbed 很快就吸收 and then after you apply you have a cooling effect on those itchy 的 spot 明白吗讲妈妈好不好？好，你还在介绍？还在介绍，这个我要强力推荐，我要强力推荐，这个很好，真的很好，24小时帮你保湿。啊，你就带这几样东西？我就带这几样东西就够了，够了，不要换了，够了，你如果像老娘这样，老娘去台湾你卖 iCapsules 吗？什么？老娘？还卖什么？卖 iCapsules。应该有如果他这玩 iCapsules 你们帮我去抵消老娘是吗讲 Alvin 讲你的补眼镜的药液吃眼镜液小米他的眼睛是吧然后这个 Pastor Moore 他买错 Pastor Moore 买错 iSupplement 他跑去跟老娘买是
他吃的眼睛越来越小了，你为什么？那天我叫他拿那个线从那边拉出来。我电话，我电话不见掉了。哦，来，要买水没买给我？这个我刚才买了。哦，你懂要来，怎么不要买给我嘞？因为我不懂你要干嘛。哦，你怎么不要问我？可以 apply 胶，因为一杯很贵，一杯要7块。啊。可以 apply 胶 ，inside 的，什么胶板下面可以啊？OK， 啊，没有人买我就关播了啊。等一下啊，没有人要买我就关播了。2月18，二月十八，你不要过讲初几初几嘞，过讲几号嘞？18号喽，2月18就是啊，礼拜天可以吗？礼拜天。2月18是初。OK 啊，一路顺风啊！记得去买啊，记得去买，真的，相信我，相信我。啊，你要去叫了，你看他睡觉了，他的脚这边嘞。对。你看他的脚，你看到吗？他的脚。高手在睡觉啊。你看。如果你们不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的孩子，我不会乱拿我的孩子的照片然后给你看了，然后跟你讲，哇，你别惊，挖了金货了，真的是我的孩子查了，他一个小时就好了。以前他生那个嗨皮肤敏感啊，明明就隔天大家去看医生了。我那个 rose cream 它是对皮肤好，可是对 hive 没有什么帮助，你明白吗？它是那种sensitive 割伤啦什么啦，啊那个就很好，你明白吗？然后我跟你们讲那个 lotion 你一定要去买，因为一罐是500ml。你们帮我去那个 Messi 小姐姐那边吧，她很像要抽东西的。Messi 小姐姐 ，Messi 小姐姐她说她不懂说有事情发生了、啊，有故事要跟你们讲的、啊，不懂在那个哪里发生什么事情。来，你们去 Messi 小姐姐的平台啊，你们帮我过去那边。她开直播了 ，Messi 小姐姐，这个是 one of 我们的公司的小乐来的，好不好？我们的公司的直播主，她人在台湾。哦，他人在台湾，很漂亮的一个小妹妹，有没有？有没有？小我一点。帮我过去啊，我 send 他的 link 进去，好不好？你们去 follow 他一下啊，你们去 follow 去看他的直播，还有东西要讲。他不懂在花莲那边做什么事情呢？不懂，那他我不懂，他要不要在直播上讲了？他在花莲那边有发生一点事情吧？我不懂，要不要在直播上讲？哪里呢？你不是江妹，先讲啊。一点飞音。他现在进去也是很闷。我要进去啊，我去吃东西，我饿。有 Vasta Bella 谢了，你们过去。我憋尿了，你们过去一下啦。麦西小姐姐。进去小便。帮我跟他分享啊、哦，过去帮我跟他分享啊 ，Everybody， 帮我过去。我现在谢了，你们过去可以吗？等一下啊，我把那个冰啊。你看，现在唱歌很难。以前他进飞机，哎，老婆，以前他进飞机，你记得吗？啊，他坐飞机，他的头发乱，什么？今天要给你做直播吗？哦，梳头。不要乱讲哦。OK，sorry。拜拜，不要，爹地，不然我一下睡不着啊！我差一点忘记啊！我差一点忘给你拜啊！我才一秒过后，我认识很久了，我认识你一年半。我讲多心事哎！我认识你一年半。我们谈多心事哎！拜拜。因为没有人跟你讲话，你直接跟我讲话。一路顺风，能见好好 ，Happy 抱抱。谁讲跟你？跟谁讲啊？Every so 你别白啦，有啊，叫有啊 ，Every so。我老不可以这样子讲哦。哎，我下一条，你们过去那边，过去那边。你们这种人都垃圾头脑了，真的是，我要去小便了，我要出去了啊。哎，我坐很前面嘞。对。你看，我坐在这个号码嘞。没有，哦。
也要记得还钱啊，记得还钱，不要放飞机啊，哦，要放飞机，因为我要 order 货的，我要 order， 我要现在要总结一下那个货全部那个 lotion 到底有多少。OK 啦，关播了啦，你们全部去梅西那边，去梅西那边，去梅西那边，早没？十二点半了嘞。走了走了走了，你们去梅西那边啊！拜拜。哎，帮我去梅西那边，不要这样子的。OK， 全部过去过去，小心点。过去梅西那边。我到了就跟大家报告哦。对，他没有，他叫有车去带他就对了。有车去带他，没有有啊、老娘有驾车给你带啊，带你去啊。来，你去哪里？来。我要走了，我要去小便，我没有。OK OK OK。OK，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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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拜拜大家，拜拜，我们明天七点直播。七点啊？嗯、跟老娘啊？跟猛男。哦。哦我要去见猛男了。猛男。OK 了 ，OK 了，哎，帮我去梅西那边，帮我去梅西，帮我分享啦，帮我叫人分享 ，please please， 帮我去帮梅西分享一下，哦，他有东西要讲，帮我去分享。他有事情要做了，他真的很紧张。OK 啊，拜拜 everybody， 拜拜，谢谢你们。